顾寻，好巧啊！哇，顾寻，好巧啊！教你个办法，用你的柔弱激起男神的保护欲。谢谢啊，顾寻，可以扶一下我吗？人家最讨厌那种打打杀杀的游戏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喜欢就去告白啊，大不了被人狠狠的拒绝。你就是想玩玩去跟暗恋对象告白？你不是喜欢的吗？顾寻，我越是激他，他越不敢去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不是你真去告白了？嗯，你们去东宁大学。滨江小区找一个叫顾寻的人给我砍死他。顾寻，同名同姓还同校，但是我还是希望顾寻买拌饭没有拌饭酱，吃泡面没有叉子，上厕所没水又没纸。我觉得这当中肯定是有误会，如果能重来一次的话，他肯定现在不喜欢你，以后也不会喜欢你。叶嘉玲，我想跟你道歉。滚！我帮你。不要！要不，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工作网。你先听我说完。其实，加个微信吧。你别动，我的男人过来。你先别急着拒绝我呀，就算你不想和我做朋友，但你可以考虑一下做工作伙伴吧，考虑一下。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又不错。看什么看？好吗？布丁，我来吧，不用了，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